帅君主李俊昊暌违11年来台参加时尚活动啦，将近700名粉丝在机场迎接欧巴的到来，人气果然超级旺。演戏的或者是solo 的，今年就是很特别的啊，所以我们也有到日本去参加他的演唱会。王子果超好看的，大家一定要去看，超好看的，本部长太迷人了。아니왜옷도다안입고나와사람놀래게아니나는너가소리를지르는것같길래좀급하게나오더라아차끓이고있을테니까이거얼른말리고나와단추벗어채우라고아니근데볼거다봐놓고왜이렇게부끄러워해 아니내가뭘또그렇게봤다그래어아얼른말리고와감기걸려아니근데왜이렇게수줍어하지귀엽게내가뭐이렇게사랑스러우면가만히있을수가없잖아책임져